意思，跟他在一起真的很开心。没有人格边缘，这话不是我讲的，姐，我老婆讲的。啊，这次的演唱会对我来说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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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的，因为几千人，对于我来说，这是我的一个梦想。这些年听歌的朋友越来越多，然后我觉得是不是自己可以满足一下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不是可以实现一下。其实也是抱着一种怎么说呢，不能完全肯定说我自己啊这个可以做得多好，只是一种试探性的第一步。对我来说下了挺大功夫，因为我对编排编曲啊这些毕竟说实话还是很不专业。对于我一个不太专业的人，我想做一下这么专业的事情，对于我这种性格来说，自己感到还是比较困难。但是这些都不是困难，这都是我热爱的东西，所以说我会一件件的去把它给，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把它做到最好。让大家看到一些不一样的我，展示自我的机会来了，包括这个所有歌曲的编排，怎么把一个古风歌曲，就是和摇滚、流行音乐相结合，让所有的听众，就是哪怕他不懂，不怎么听这种所谓古风这些，就是想用流行结合起来，让他们大家都能去接受，都会去接受，哎，不错。所以说在歌曲的编排上面下了挺大的功夫。卖一个塔他就卖，对吧？塔摆在这大街上，然后就卖个大街上，然后其他的那个就是我有个鞋子上了，就把它放到最后，哦，一代的就是谁了？谁了？对对对，我昨天进的还是不对，是吧？对，今天没加，不用加吗？都白加。在清晰的山
是很专业，说到做音乐我其实真的不是很专业，但是我只知道用自己所经历的东西和自己的感情去抒发一下自己平时没有地方可以去跟人家去沟通啊，去说一些自己内心的想法，可以在音乐里面表达出来。当然你要热爱，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如果是把它一直是作为一种工作，作为一种这样的话，会有很大的压力，这样就没有这么放松的感觉。还是把它作为一种娱乐的爱好，可能我这个娱乐爱好会更比平常一些人更积极一些，就是喜欢唱。一二三四五，从这次的演唱会，从一开始的策划，包括音乐的这个编排啊，乐手啊，然后乐器啊等等，就是很多舞美灯光啊，很多就是一系列的东西，我都必须是自己去逐一的去看，反复的去找，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拍。做音乐不单是我一个人把它完成的，这是有很多道工序，在每一道工序会出现一些不同的问题，这是必须要把它修改，要去重新去弄，这个是必须要的。因为你出了一个成品的话，自己首先都不是很满意的话，我觉得自己这关都过不了，肯定会有问题。毕竟我们都是很多朋友在线上经常听放伴奏就直接唱，我觉得既然做了演唱会在线下，就要有一种很震撼的感觉。这个东西其实真的取决于我的这么多的听众，完全是可以说是他们给予的。对，因为我们之间的交流就是从音乐开始认识，所以说我要把更多的不一样的音乐和线下的这种氛围感带给他们。性格就比较有意思，
所以我们经常排练过程当中，他会讲出一些逗大家开心的话。想练的练，笑不掉了。不好意思。Thank you.